我先进去了啊。哦。我有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到底什么事儿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说等你考上大学了以后，我跟你说件事儿。嗯，好，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吧。哎，你看你，你说，你一看就忘了，你说你脑子都记得什么事儿？这你这吞吞吐吐又说不痛快的，那你现在说吧。进不进来啊？要锁门了，磨叽什么呢？哎，马上马上，阿姨，你快点儿啊！你快一点儿啊！啊，啊啊！瞧瞧，马上，阿姨，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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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你死没死啊？在哪呢？瞧瞧，我。喂，倩倩姐。瞧瞧，你怎么跟你在一起？是在我旁边呢。你赶紧让他接电话。啊，你姐。啊？你姐。喂，你干嘛呀？赶紧买票回加拿大。飞机撞上世贸中心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谁撞谁了？你没看新闻啊？纽约的双子塔被飞机直接穿过去了，咱爸知道消息之后飞来加拿大看咱俩，我死活是没拦住。你现在赶紧买票回去，要是被他先到一步，咱俩都得怀菜。哎呦，不怎么了？有电视吗？2001年9月11日上午，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哎，你们说，现在外国这么乱，秦川回去能安全吗？你国外男朋友回加拿大呀？他回得去吗？发生这么大事儿，周围领空早关了吧？对，周围领空已经关闭了。那你怎么办呀？那只能先飞到加拿大，离哪儿近到哪儿，然后坐大巴。这来得及吗？还想办法呗。周围领空，能不能只让我爸那班飞机降落吧？再说了，要折腾，大家一块儿折腾，就看谁比谁快了。我买的最早的航班，应该来得及。行吧，哎，那你可注意安全啊。哎，放心吧，没事的。保障飞机导航及通讯系统正常工作，在飞机起飞和降落过程中，谢谢啊，谢谢。哎，小伙子，这个包是你的吗？我得挪一下，要不我箱子放不进去。小伙子，你不舒服吗？啊？让我 stop，sorry。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cooperation of aircraft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toys and other devices throughout the flight, and the lack of computers are not allowed to be used during takeoff. Can't speak Chinese. My son is in Canada. Welcome to China. 晨晨，晨晨回来了吗？晨晨，晨晨，啊，快累死我了！别，秦川，爸，爸。你们这干嘛呢？啊，
我们。叔叔，叔叔你好，我叫陈宝佳，你以后叫我宝佳就可以了。你是秦川的？我是秦川的同学，我们现在正在同居中。哎，别胡说八道啊！什么都同居啊？我们是住在一起。有什么差别吗？差别大了去了。你闭嘴，别说话，爸。这个是这样的，他是台湾人，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表达不清楚。其实他想说的是我们合租住在一起，在这个屋子里。你跟他合租啊？那你姐呢？哦，姐姐她……不，姐姐去买鱼了。你就跟我编瞎话啊，秦川，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为了跟这小丫头住一块把你姐挤得走了啊？我没有。你是不是想我打死你？胆儿越来越肥了啊！爸，你真逗，我姐怎么能让我给欺负了呢？那她挨哪儿呢？她不是我，她你们在这吵吵什么呢？爸，你来了。我刚才就要说姐姐回房间睡觉了嘛。我以为她买鱼去了呢。叔叔，喝茶。谢谢丫头。你要不先回你屋歇会儿，要么我们这儿聊会儿天。那宝佳先回屋了。你们慢聊。哎，爸，我们都说没事儿了，您说您这还着急麻慌的跑过来，现在国外多乱啊！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你妈你奶奶看了911的新闻都吓坏了，不派我过来看看，心里不踏实啊。那您现在心里踏实了吗？一会儿咱仨往家里一起去个电话，让他们也踏实踏实。好，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这两天您就回去吧。哎，这不行，我这次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得办。什么事儿？我跟你妈商量着呀，给你弟弟办个投资移民，他就不用回国了。本来呢也打算给你办，但是我跟你妈呀不放心。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人生地不熟的，在这儿，我不移民。哎，爸，冷静。秦川，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不想移民？我压根儿就没想过留在外国。不是，那外国多好啊！那北京人在纽约不都移到外国了吗？那是你们那会儿，纽约您也看见了，也就曼哈顿那一圈还凑合，还能唬唬人。其他地方又脏又旧的，现在还多一恐怖袭击，哪儿好啊？您就别跟这坦哄了，行吗？什么叫坦哄啊？哎，那我问问你。你高中都肄业，你回国能干什么？反正我不移民。哎，爸爸，爸爸！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我心慌了大半天，觉都没睡好。你可千万别往外跑啊！你说你在外国吃不好，我还想多给你买点零食带走呢。结果也没来得及，国际邮费贵吗？不然我下血本给你寄过去。乔乔，这是谁呀？怎么不回话？是不是被你爸发现了？谢谢你，我们现在很安全。秦川不在电脑边，我是他女朋友，请问你是？你好，我是他发小。秦川，居然有女朋友都不告诉我。哦，他快回来了，我要去准备做饭。做饭？真的同居了？
们出去了，去咨询李明的事了。你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哦，没有，我在研究大陆文化，有个词我不太懂，我可以问你吗？啊，怎么样？发小。嗯。发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朋友，只是朋友吗？对啊，只是朋友。那我就放心了。爸。哎。爸。哎，好闺女，好好吃东西啊，不准熬夜，听见没有？啊，想买上就买，不用给爸省钱。等冬天放假了，赶紧回家，把手机上接你去啊。好。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别一天到晚想着往回跑。不是，那凭什么我姐就能赶紧回国，我就非得在这儿老实待着？因为她是你姐，你得办身份呢。听话。我还没同意。我是通知你啊，没跟你商量，所以你没有不同意的资格，听见了没有？行了，你们两个注意安全啊，我走了。拜拜！你真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不然我后招干嘛？我打算在上海落脚了。那你给我留点钱行吗？我也想回去。还有，我不想移民国外这事儿，你跟爸妈那儿吹吹风，他们都向着你。我觉得挺好的呀。你要是在加拿大混熟了，以后咱家在国外还能有块根据地。你怎么不留这儿啊？我有议会，我必须回去。我也有必须回去要见的人呢。谁呀？你别跟我说是乔乔跟小周啊。就是乔乔。当然还有小周，怎么了？可拉倒吧，这人能陪你玩一辈子？